我今天走的风格呢，是一个甜美法式复古的感觉。然后汉林口部分呢是做方领，所以带点小小成熟的韵味。前面是做排扣，让你非常的好穿脱。豆子的部分呢是做的像这样子蓬袖，所以带一点气质优雅的感觉。那它的材质呢是做雪纺，就因为它是雪纺，所以走起路来会特别有种轻盈，轻盈到有一点小小女生的感觉。它附了一个不可以拆的很长的腰带，可以让你自己绑出你想要多细的腰都可以哦。然后直条纹呢，可以让你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加修身。它是雪纺的材质，但它有做了一层内里，所以不用担心会太痛。那我今天身上穿的呢是绿色的，所以有带一点点知性美的感觉。另外还有三个颜色，白色，我觉得条纹控的宝宝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一款。黄色，非常有女人味的红色。